小费是，不光是他，全部的力量，全部。我让你弹钢琴，你们家弹钢琴，你就试试。Ave Maria， Ave Maria， 这都在这儿。你现在唱歌是声音到这喉头了，你走的是前面。轻轻，轻轻，轻轻地我走了，都在这儿。我们是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。只要能把嘴巴打开，就是在后边。如果你用这边，就是嘴巴打不开。轻轻地来，轻轻地来，因为不影响它。你要从后边走声音，走后进，进就是这就叫咽闭，走这收头腔，走啊啊啊，别啊啊，像青蛙叫一样，像乌鸦叫，是啊，叹气，嗯啊，低高音是嗯嗯，入头腔，中音是嗯啊啊啊。你练过咽音吧？咽音就是咽咽咽咽，咽音实际上没有纯咽音，就是后鼻音，后鼻腔，软口盖骨的后边。咽咽咽咽，嗯，咽咽咽，对，咽咽咽咽咽咽。当我出了这个声音，这就叫咽音，不是？